Hello， 今日嘅话就系呢一个龙神失雷西牌组啦，之前就玩过嘅，咁不过今次就系比较多呕心人嘅牌啦。你就可以见到，除咗失雷西龙兽之外咧，咁你都带咗之前嘅呢一个界护官加米海的祝福呢个分布啦，就可以令到呢个界护官拖龙兽出嚟，然之后将个闪灵洗咗佢嘅，咁就会有一个十十嘅龙兽单位喺白费嘅时候就可以准时出嚟嘅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都带了巨为己有啦，就可以将对面的一张自虫偷过来的，然后再击杀自己。不死战魂受诅咒的香手人，这些就纯粹是配搭失雷西，令到可以尽快达成个升级条件的。如果大家这个764可以击杀自己一个，就会击杀对手的。那么的话，除了可以跟这个巨为己有配搭之外呢，也都可以跟这个不死战魂啊，或者是受诅咒的看守人这些牌去互相配合的。那当然啦，这个米海的祝福除了配搭这个界护官之外呢，也都可以配搭这个不死战魂，令到他这个无法阻挡的特性消除了，然后用这个比较高攻高血的不死战魂和对手做个隔挡的。咁武器咧都有大咗一块杀字呢个单位，然之后加二加二咁。咁当然啦，佢武器嘅冥血族亦都可以召唤出嚟，召唤一个十十去做一个侍从版本嘅夏洛威嘅，大概就系咁啦。对上逆命安妮呢一副牌组嘅注意地方，就唔好令到自己比较重要怪就容易处于呢一个受伤状态啦。如果唔系对上一个防压盛宴啊，或者三个人出嚟为一个受伤单位嘅话，咁就比较麻烦啲嘅。咁而家系争个米海的祝福味道嘅啫。咁全部攻击睇下点做啦。咁买咗祝福到啦，咁过百费嘅时候就可以准时做个 combo 啦。Looks like trouble。You're bluffing。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咁对手白费啦，咁嘅话有机会用个狂沙炮嘅，咁 pass 咗先，等对手睇下会点做。为呢个自己一个米海的祝福，我对手够胆直接上。基本上对手最弱的时期就是要打这一张牢獄的时候，那他就要慢慢地浪费自己六点魔，虽然可以召唤出牢獄萬力，但是其实对于他的魔力来说就比较不费，你可以看到他剩下三点魔力，但是打法出色。啊，三点魔力根本按不到。龙兽争三攻就升级。哎呦，龙兽法盾都保命唔错。基本上已经玩完，我一见佢咧就偷你只兵。
Pay attention.洗劫触发唔到，狂沙炮根本就打唔到，咁偷起过嚟啊 ！OK，GG， 嚟手头。See you next time, Runeterra。非常对手关嘅牌组，起手就保命为主，就有咩解牌就拎咩解牌啦。当然啦，单位都要拎啲嘅，不死战魂就最好就留一留嘅。失雷西咁就睇情况啦。咁如果你觉得自己拎咗张失雷西唔会卡手嘅，咁你就拎啦。因为试过好几场失雷西喺手嘅时候咧，咁就卡到死嘅。The party never ends, nor its abilities. Very good.想呢啲击杀单位就留喺失雷西在场嘅时候先至用，咁就可以比较快咁样解到失雷西嘅升级条件。There is so much to see. Where do I start? At the beginning, madam. 咁就召唤两个01去挡一挡对手啦。虽然有威力个威吓挡唔到，咁不过都可以挡关都唔错嘅。Life is everything.Forgive you for keeping her hostage so long. 我已经开始逃杀。First time, madam. I suppose it's rather novel. 我咁不断咁杀，即系牺牲条件已经做咗唔少啦。呢度就击杀对手一个31啦，令到佢有机会呢个三嘅法术系可以召三一出嚟嘅。OK， 好彩50/50，真系召唤到三一出嚟，咁个失嚟死同一时间。最终剩翻两魔啦，基本上系解唔到我嘅失嚟死噶啦。石头去之后揾个五块化石击杀自己，失嚟西仲想召唤佢嘅，咁再下下回合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个失嚟西攻击，再拖只龙兽出嚟嘅。咁嘅话呢个还是要撑住先。佢手用个炎魂人召唤咗只关出嚟，咁我就比较好啲嘅，咁至少唔系夏威。如果夏威嘅话，咁就 OK 到死啦。It was my heart that led me here. The sweet tones of misery. Open your eyes. Nobody escapes.西嚟西去攻击嘅时候就已经达成佢最大嘅任务噶啦。咁呢个关先吸啦，咁可能应该冇再下一回合。遗憾啦，佢又唔可以完成分宝。
哇，呢度其实点打冇所谓嘅啫。OK， GG， 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, Runeterra.